咱来关心花莲昨暗发生规模6.3的大地震，明仔就要来举行一年一届的国际泰鲁格马拉松比赛。因为花莲目前疫情不断，而且山区也搁直直落雨，所以花莲县长鲍坤奇是建议讲，敢会当来延后。不过泰管处也搁有这大会，即马初步决定讲比赛是要一期不变，而且伊来准备安全帽啊，和选手来使用。规暗的小地震不断，花莲泰鲁阁山区大大小小路就继续滑落道路。虽然已经被公布单清到路边，也毋过经过车辆甲行人，也是感觉非常危险。主要落石的位置哦，大致上古园哦到天祥啊九曲洞燕子口啊，当然长春子这边也有一些好小的落石啊。有遇到就是我们骑在路边，然后那个落石一直掉下，我们就在旁边等一下再经过这样子。那小地震不断，花莲的雨也让山区淹水量多，不少人烦恼一年一度泰鲁阁国际马拉松赛会安尼受到影响。花莲县长傅昆萁呼吁主办单位应该延期，以免发生危险。是不是啊？这个整个土石都已经松动，如果再加上豪大雨的话，很可能就会有非常强烈的土石流以及落石会发生。所以我们也强烈的跟泰鲁阁国家管理处表达，明天早上的泰鲁阁国际马拉松赛是不是应该予暂缓延后？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也积极甲路跑协会开会，基本上2号的比赛位置不变，也毋过选手可能爱戴安全帽走。原来在溪畔服务站就是安全帽放地点，会给选手提供安全帽，然后跑出燕子口以后再把安全帽还给大会。本来就有安全帽的提供，那这个部分我们会照如期的提供安全帽给选手自由来使用。事实上，这也不是泰鲁阁国际马拉松赛头一班要求选手戴安全帽走，只是因为无舒适，影响比赛大部分的选手根本未戴。戴安全帽属于服务，无属于规定，无法度强制。泰管处也是希望选手为了家己的安全，勉强戴一粒，以免发生危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